意思是，我们是在毒蛇神殿洞穴的深处，瓦雪女士和她的盘鸭手下企图偷走外域的水源，但是勇敢的英雄没有让他们得逞。你们最好找个掩护。锁定你的目标。要塞的水晶大厅里，艾泽拉斯的英雄对上了卡尔萨斯逐日者、血精灵之王，还有他的四位谏言者和他的七把传说级武器，还有那个……我们直接说说战斗的部分好了。我走到这一步，谁都别想挡路。我精心策划的未来，谁都别想破坏，就让你见识真正的力量吧。的挫败，像你这样的英雄登上了海加尔山，抵挡燃烧军团攻击诺达希尔，为了阻止末日降临这个世界。世界会燃烧。
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离得太远，这个世界会燃烧。烧成灰哦！我真的好喜欢穿越时间之道，谢谢你提供这么多的回忆。